这次我们有大狗戏清水广场带大家望远绝谱步步道走。现在的位置位于大沟溪清水广场，接着要往造型拱桥的方向前进。
述非常精彩，上面住着非常多的房客。台湾均温不断创新高，气温上升速度比全球快，天气愈来愈热。中央气象局统计，台湾近100年均温每十年上升摄氏 0.11 度，近30年则每十年上升 0.25 度，相较全球均温上升 0.08 度及 0.21 度，台湾增温快速。专家预估台湾未来极端降雨频率将增加，干旱的时候遇干，湿的时候遇湿，旱涝不均情况将较全球更为严重。猴子老公在此建议，没事可在月世界等二地环境中练瑜伽，将大幅提升自身抗旱及心肺功能。若遇缺电没冷气可吹时，才不会随便就嗝屁。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将一路沿着大沟西步道往目的地圆觉瀑布前进。这条是网上操爆你大腿的鲤鱼山步道，可以看到年久失修丑到爆的小人国模型哦。步道出口就是开张圣王庙的樱花步道，想看照片的可以去银发一起完结西卡发表的沟西圆觉寺加鲤鱼山这篇文章。居然有鸟飞过去。Thank you.
嘛，干嘛真啊？阵雨后的大沟溪步道变得更凉爽、更清新了。猴子老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这走走看看。家人有多久没有接近大自然猴子老公带你飞。